清晨北京气温不足5摄氏度，迎来今年入秋后最冷清晨。北京市气象局介绍，清晨北京多地见霜，10月13日20时至14日8时，代表北京天气的南郊观象台最低气温出现在14日3时20分，为4.2摄氏度。城区各国家级气象站中，海淀本站-0.2摄氏度，石景山本站0.4摄氏度，丰台本站3.2摄氏度，朝阳本站4.1摄氏度。其表示，目前北京尚未入冬，常年1981年到2010年平均入冬时间为10月30日。之所以感觉冷，是因为受这一轮较强冷空气影响，气温下降幅度较大，加上昨夜晴空辐射降温明显，所以清晨气温低得令人有些入冬的错觉。预报显示，今天白天晴，北风3-4级转南风2级左右，最高气温16摄氏度。夜间晴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4摄氏度。秋高气爽，白天有3-4级北风，请注意防风。夜间气温低，早出晚归，请注意添衣保暖。